揣着溜补，有钱就去摆谱。你别管我是干啥的，我家能请起保姆，你信不？你不信我喊下来给你看看。保姆，保姆，保姆，来，有事儿吗，伙计？你管谁叫伙计？你是打师工，你是伙计，知道不？我知道，伙计。不叫伙计不会说话是不？不是。10点到12点在我这儿打工，这个时间内不许叫伙计，听到铃声下班，明白不？我明白了，伙。火上热着奶呢。上早茶。茶叶在哪？茶叶。你找茶叶干什么玩意儿？你不是要喝茶吗？找茶。早点。早餐。早饭。非逼着我说粗话不行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好了，我乐意。参茶，三刀。左踩右刀啊！我左撇子。真的是。餐厅。餐奶。餐奶。你这个奶的温度烫脚合适，你咋总整反着？新疆水整的冰凉，这玩意整体是烫。我怕你喝凉奶吐。我多大岁数，我吐奶呀、啊？我不是他拉肚子，我怕你。好了，不多用了。更衣，更衣，外国话。典型的古汉语，就是我要上班了，更更衣服，更夫。哎呀，伙计，你是打更的呀？拿衣服，明白不？哎，这就明白了。这保姆档次太低，跟他说话就得入乡随俗，很多新词儿都用不上。来吧，公文包。不，你还拿什么一块学了不行吗？那你拿你就拿。哎呀，行不行？都花了钱了，我不溜你溜谁呀？来了，皮鞋。哎，我这整个不能。来了，这鞋怎么回事？我给你擦油了。这油能这么擦吗？那怎么擦？你外行啊你！擦皮鞋必须先去土，后去泥，上油上蜡不起皮。这专业性太强，你掌握不了。好了，你到点了，现在人都上来了，我要再不去呀、啊，那地儿就让别人给占了。等会儿你买点肉，买点菜。把那个午茶准备好。我接受能力真快，做完饭之后把我那卧室给我收拾收拾，中午我要回来下塔啊。幸好回去了，太爱面子，自尊心太强了。回去你说我也不能学呀，我也学了不伤害自尊心了，对不对？说啥玩意儿？说啥呢？自己我说你怎么又回来了，伙计？
你没看外边下雨了吗？下点雨好啊，欠儿旱。那一下雨直接影响我们工作。你在哪上班？马路上，现场办公。好好，那打个盆呗。打盆有啥用啊？都换水鞋了。你怕他们脚脏啊？越脏越好，他是你家钱。哦。上回雨过天晴，我自己刷刷刷刷刷刷刷了80多双皮件。哎呦我去！我看你这个仔细活呀，它不像写字啊。啊，我基本属于狂草。哎呀，你会书法。天天挥毫泼墨。可一挥多少钱？一双两。你这话咋那么多呢你？差点没让他给我包出来。你放心活呀，你不学我真的不懂。你话太多，我教训教训你。坐着。哎。下雨天打孩子，闲着也是闲着。牛皮的，水牛皮啊，水牛一般这活儿我们起来。自己坐啥位置自己不清楚啊你啊？你到我们家当打石工，不管时间长短，这属于保姆的性质，这点你承认不？这没有错，伙计。我说母啊，哎，对，你最好把那个宝字带上，我毕竟是个男同志。我要不差，我是个单身男人，影响不好，我根本不请你，知道不？那你不得学这个男保姆的这个新生事务吗？新生事务有待于考察。一顿饭我就发现你太能吃。我能吃，我有我能干了，对不对？你刚才左谈右谈了，时间都是的呢。过去事咱不说了啊。我也行。你看你。一点不注意仪表，衣服裤子，尤其是这双鞋，你在我家干活穿的破点脏点，没人笑话你。你穿这双鞋出门，它影响我生意呀、啊。知道的是你自己不讲究，不知道还以为我手艺不行，没给你蹭出来呢。我刚才给你擦油的时候也想打点油，没有油了。你埋汰我呢？啊，不是。在我家别的找不出来，我承认鞋油找个10%没问题，你信不？我怎么没找着？那你是没找着地方，还没找着。啊、这啥玩意儿？这啥呀？这啥玩意儿？谁叫我的？我说你顶的太讲究了，快点！公文包里面放这些东西啊？这就叫脚下无鞋穷半截，随时有魂，随时。像你这双鞋再不擦就擦不出来了，破皮鞋没事儿。哎，这基础不错，下月工资能整出来。我跟你说，一般像你这活吧，我都不愿意接。为什么呢？它吃油，另外你这号大，对吧？它等于2双高跟鞋的面积。我说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怕我擦不好是吧？不是怕你擦不好，擦不好我不要钱。他不过气，白擦我进去。你怎么能给我擦的？我家哎呦！你这可算逮着一双，不是差这点钱，关键阴天下雨还嫌你膀子难受。哎呀，我说你这套业务挺熟练呐，再干不干5-6年了。你是干什么工作的？擦皮鞋的。不怕碰见熟人？我们只顾低头擦鞋，绝不抬头看脸。擦皮鞋不掉价吗？掉价，你看这外边给别人服务，回家有人给我服务。我雇了个保姆，男的，那小子1米8多大个，让我熊的滴溜乱转。我跟他和去，你让我给你擦鞋。不是我让你给我擦，你非擦不可，按道你就擦回去。我是啥人物你知道不？你是什么人我很清楚，你自己糊涂了。你糊涂，我就是擦皮鞋的。我知道你从来都是擦一双，没有擦一只的道理。既然你把我的银给我勾上来，你就得负责到底。你这个事你给我这个银，我就是不擦，我就是不擦，我就是不擦，就是不擦。哎呀，擦也行啊，不行。你这个擦法太费油，我这个擦法太费油。这种鞋油一双鞋顶多用0.03克，否则影响光泽度。哎呀，大哥，内行啊你呀！这种鞋油就是我研制的，
你是科学家呀？要问我是干什么的？更衣。更衣。没外边的。哎，我也溜达溜达他。更衣，眼熟的。公文包。你也是擦皮鞋的？咱俩是同行。那咋到我家当保姆来了呢？没听天气预报今天上午有雨吗？哎呀，你俩职业？仨职业，专业擦皮鞋，业余当保姆，剪印鞋油厂的技术顾问。没想到咱这行出现你这么个状元。行行出状元，放开了干吧伙计，咱们的前途不会越磨越黑，只能越擦越亮。没有错，伙计。到点了，我该下班了。其实你早该下班了、刚才我往后拨了半个小时。哎呀，没有这半个钟头，大哥俩能唠这么痛快吗？我再给你加点钱。哎，你还给我擦了一双皮鞋来。两顶，两顶啊！天晴了，我也上班，咱们一块走回去。走，哎，别，先停了回去。来来来来来，走走，吆喝吆喝。好，今天我这顿都算是挨定了。下面，大爷，对不起。就在你憨憨入睡的时候，没想到用这种方式把你惊醒了。大过年的，就等于给你拜年了。你干什么你？老谭，老谭。老谭，老谭呐、外号谭鱼头。老谭呐、这么多年没见了，你一点都没变呐，不在市场卖鱼，跑这钓鱼来了。老谭呐，谢谢老谭。俺姓汪，叫汪表表。别动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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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什么老谭呐，你认错人了。什么眼神啊，出门又没带博士伦吧？哎呀，认错人了，还以为老谭呢。你跟老谭长得一模一样。小伙子啊，往后啊抽准了日再谈。对对对，手劲还挺大。是，对不起了大爷。什么事儿呢？对不起了大爷，我认错人了。谭疼了吧？能不疼吗？手都震麻了。哎呀，你使那么大劲干什么？实在嘛，我在工地就是拧钢筋的嘛，一出手就这劲儿嘛。讨厌，可以了吧？可以了，都谈了吗？满意了吧？你满意我就满意。通过了吧？你别总爸爸的，叫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你管我叫爸，你管你爸叫啥呀？一肩戳下俩爸，我俩在一块儿肯定掐架了。讨厌。登记下。登记下。走。你再谈他一个。老花盆啊。我凭什么谈人两个脑瓜崩呢？你凭什么谈两次恋爱呀、谈两次恋爱就是谈两个脑瓜崩吗？谈两次恋爱就要用两个脑瓜崩来考验。再一不能再二啊！再谈我说啥呀？我不管你说啥，你必须再谈一个。谈不谈？不谈。不谈。谈。谈吗？没说不谈吗？这不往那儿走呢吗？大娘，对不起了，还得麻烦你老人家。哎呀，干什么你？你还安慰我了你？老谭，谁是老谭？你就是老谭。老谭呐、不能因为你欠我几个钱，你就装的不认识我呀。
对不对？那点钱我不要了，行不行啊？谁欠你钱了？我不要了。谁欠你钱了？老谭，可拉倒吧，还彪彪，哪有这俩字儿啊？怎么没有啊？彪了个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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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忘彪彪。哎，对不起啊，你跟老谭长得太像了，就跟复印的似的。小伙子，别说俺不是老谭，对对，那就真是老谭。俺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你也不能谈我呀。打扑克嘛，谁输了谈谁嘛。我一看老谭的大秃头，我的手就刺了。行了，刺呢我就想谈。走了，一谈我就受不住。哎呀，走啊！什么事儿？对不起了，大爷啊，你长得太像老谭了。人呢？谭走了。啊？怎么样？我听不听你话？哎，我听不听你话？太危险了！危险那是对别人。对我来讲那是小菜儿嘛，这就叫智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是跟你吹，他这是走了呀。他要不走我还敢谈，老生常谈吗？啊得！哎呀，有完没完了，不谈了，坚决不谈了，就是不谈了，我走了。站住，不谈了。什么不谈了呀？这都要结婚了，说不谈就不谈了呀？你拿了爱情当儿戏吗？你又不是这个谈，是那个谈。不就是他吗？我再谈一次不就完了吗？再一再二再再三了。你怎么还来个双响了呢？老谭呐、啊，老谭呐、啊，刚才那边有个钓腿鱼的老头，跟你长得太像了，我还以为是你呢。我谈人家两个脑瓜不落，什么两个？四个。刚才那老头就是俺，俺就是刚才那个老头。不可能啊！怎么不可能了？那你看看，哎呀妈，都弹成色子了。我数一数，你都一二三四。那咋五个印呢？你还咬我一口呢！对不起，大爷，你跟老谭长得太像了，我真是认错人了。大爷，给你赔礼，大爷，我。谈的好。完了，谈出毛病来了。小伙子，你过来，我问问你。不用问，你在这说吧。刚才是他让你谈的吧？跟他没关系。刚才是他命令你谈的，完全是我自己自愿谈的。你还有我了解他？我当然比你了解他了，我是他老公啊。俺是他老爹。完了，劲儿使大了，给你谈出个爹来。他谈出个爹呀？他就是我爹。闺女。爸。过来。完了。大过年的没磕头，谈了老丈人四个脑瓜崩了。没有你陪伴，我真的好孤单，我的心好慌乱，被恐惧填满。一首好情歌胜过千言万语，添加微信公众号醉人情歌，这里有最动听的情歌。此刻的你是否在想念一个人？他是否也在想着你？微信搜索最远情歌。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再点击公众号，输入最远情歌，选择第一个，记住是第一个，点击关注即可，千万不要关注错了哦。